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源地。奥林匹克运动会发源于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因举办地在奥林匹亚而得名。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办的世界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每4年一届，会期不超过16日，是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体育盛会。奥运会中，各个国家用运动交流各国文化，以及切磋体育技能，其目的是为了鼓励人们不断进行体育运动。奥运会与足球世界杯、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并称为世界三大体育赛事。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一系列独特而鲜明的象征性标志，如奥林匹克标志、格言、奥运会会旗、会歌、会徽、奖牌、吉祥物等。这些标志有着丰富的文化含义，形象地体现了奥林匹克理想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内涵。